谁让你们在这里摆摊的？啊？谁让你们在这里摆摊的？就我自己啊。就什么就？赶紧收起来。可是我今天还没有开张，想再摆一个。我不管你有没有开张，赶快收起来，好不好？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这么热的天，晚上都这么热了，每天都是高温预警，你还带着妹妹一起出来摆摊。晚上吃饭了吗？吃了，跟妹妹都吃了。跟妹妹就吃这个面包啊？嗯。这么热的天，你还带着妹妹一起出来摆摊，晚上就带着妹妹一起吃面包吗？有你这么做姐姐的吗？就是我自己想跟我姐一起来摆摊的，你别怪她，吃面包挺好的，挺好吃的。你很缺钱吗？你要是没钱吃饭，你跟我说好不好？我可以借给你啊。不用大哥，你都已经帮了我这么多了，前前后后，而且我现在也有很多热心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找我做头像，我到时候做两个月就有了，真的不用。谢谢你。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你朋友啊？有啊。那你把我当你朋友，你还跟我说这些话？你要是没钱吃饭，你和我说就行了，我借给你，我吃饭的钱还是有的。这么热的天，你看像什么吗？带着妹妹晚上吃个面包出来摆摊。我现在晚上还好，我现在白天都不出来了，白天热，但是现在晚上你看人也比较多。而且也没有那么热了。你们的心太大了，快点快点收了，这晚上我在外面站一会儿都一身的汗，你要到时候跟妹妹两个人热得中暑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快点收了吧，我带你们去吃点好吃的。不用大哥，我们两个刚吃过了，我们都已经吃过了。你们就吃个面包就叫吃饱了？哎呦，快点收了吧，把这个收掉收掉，我带你们去吃点，我还没吃，你们就当做是陪我吃一点，好不好？那好吧，谢谢大哥。快点收了，收了，快点跟妹妹收了，快点。哎姨，你跟妹妹想吃点什么？我去点一下。大哥，这里看起来好贵哦，要不我们换一家吧？没事，不用换，就这里。今天晚上还搞活动呢。我妹妹刚刚都已经吃了，都可以的，随便你吃点就行了。你去点吧，大哥。好，那我去了，你们快坐呀，快坐快坐，我走了。哎姨，你跟妹妹怎么了？是发生什么事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跟我说呀。没事的，大哥。主要是我们两个吃到这个菜，我觉得特别像我奶奶做的菜，特别像我奶奶了。对，对不起啊，那个带你们吃个饭还弄成这个样子。因为我们三个嘛，小时候的话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，爷爷奶奶现在都已经80多岁了，前两年奶奶他们的身体不是特别好，然后心脏的有问题，然后去医院里面检查，要做那个心脏搭桥的那个手术，然后爸爸妈妈的话就回来，然后到处借钱嘛，然后给爷爷奶奶做这个手术。他们两个现在在家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。多久没回去了？半年多，那爷爷奶奶动完手术现在怎么样？不太能干重的活，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种了地，就是自己种菜吃的。那不挺好的吗？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呀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而且我现在就是想说，只要我自己多努力一点嘛，对吧？多做一点活，我觉得，而且家里都会越来越好的。弟弟的话，大学也都快要上完了，妹妹考上研究生，再读几年的话也好了。而且妹妹她自己特别特别的争气，她不光从小的话学习成绩都特别好，而且我知道她自己在学校里面都会去学那个，就看视频学那个做美甲，就给学校的学生就给她做美甲，然后自己挣点生活费，她知道我很辛苦。
我本来不想耽误他的学业嘛，让他去做这些事情。没事嘛，但是你感觉你每天这样到处摆摊也不是个办法呀。白天有时候还出去代课，你晚上还得摆摊捏泥人，很晚你才休息，身体也吃不消啊。那也很辛苦的，但其实我觉得我现在都习惯了，主要是我觉得真的没有比人更高的山，也没有比脚更远的路。我觉得只要自己肯努力，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环境，我觉得都能够越来越好。不光是我，对吧？大家只要都努力的话，其实都能够越来越好的。好了好了，妹妹不要哭了，好了吗？嗯。别哭了别哭了，啊，一切都会好的，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对对对，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，知不知道？我相信生活不会亏待像你们这么漂亮又努力又善良的女孩，啊！我相信风雨过后呢，一定会见彩虹的。孩子会穿过大雨，去懂人间的道理。我只能唠叨，因为我已帮不上你了。妈妈会留。你们都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妹妹吃饱了没有？姐姐吃饱了没？吃饱了，那我们准备走吧。嗯，你们住哪里啊？就是这个附近1公里的地方。走路得多久？走路的话大概10-20分钟就可以了。你们就推个那个小推车走路过来的？嗯，一般的话都是用我的小推车。我要不送你们回去吧？不用了，我现在跟妹妹一起，两个人一起的话都挺好的。又麻烦你们两个。没事，不叫麻烦，这么晚了回去两个女孩也不安全，对不对？在路上要是碰见坏人呢，我送你们回去没事啊。走走走，准备回去。谢谢大哥。没事没事，不客气。走，妹妹走，擦干眼泪。大哥，谢谢你送我们回家，今天晚上还请我们吃饭，明天我们就到家了。到了是吧？对。来，妹妹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行，还有啊，我刚才推的还挺沉的这个玩意儿。嗯，你们这个估计得有60-70斤吧？有的，这么多加起来有，光这个桶箱的话40公分都有接近30斤了。你们以后出门摆摊的时候少带一点嘛，而且白天不要出来啊，太热了。嗯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嗯，你们注意安全啊，走了。谢谢大哥。哎，对了，你。我刚才想了一下，我要不过几天刚好我休息嘛，我送你跟妹妹两个人回一趟老家，看看爷爷奶奶，好不好？不用了大哥，我回家很远的，而且花的时间也长，太耽误你的时间了，路又远。没事没事，正我就当做出去玩一玩嘛。那大哥，我到时候把钱给你吧。行，这个好说啊。没事，那我就走了，你们走吧。走吧走。好，谢谢大哥。嗯。孩子会穿过大雨去冬。